难得有这么好的天气啊！今天呢，这一个天气比较好啊，咱们去菜市场搞一点八爪鱼过来。八爪鱼给我拿个十个吧，怎么卖啊？38块一斤，哎，给他还馒头呗。再来一点吧。11是吧？哎，好久没炒菜了啊！今天做个香辣八爪鱼，开火，搞上一包火锅底料，倒入青红椒，把这个青红椒炒断生就可以了啊。挺长时间都没有跟大家做这个什么家常菜的了啊！今天我是突然心血来潮，特别想吃这个。一口一个。今天这期视频就是以 vlog 为主的，并没有注重什么美食拍摄，主要呈现的就是这个生活状态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为本期视频点赞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